东铁线百年来首次接通港岛，历史性跨越维港，伸延至金钟。金钟是商业及政治中心，享尽地理优势。新落成的会展站邻近香港会议展览中心，带动商务、展览和旅游业的发展。乘客不用一个钟头就可以由港岛直达罗湖、落马洲。东铁线一直联系香港和内地，疫情前每日就有超过四成的陆路跨境旅客都是选择东铁线过境。东铁线在2022年5月新年过海之后，直达会展和金钟站，不用再转车。由金钟去罗湖或者落马洲的车程比之前快了16分钟。金钟站亦都变成四线汇聚的超级转车站，出行就更方便了。